Q 弹 Q 弹的，那里面啊还有浓缩的果汁，关键它还能拉出丝儿。这是念的不要小蜜蜂吗？也不拉丝。哎，咱泡椒小蜜蜂里面有浓缩果汁啊，都是能拉丝的。我尝尝你这个。哎呦你妈！你这也不 Q 也不弹，里面有没有浓缩果汁啊？这不泡泡糖吗？再拿一边去吧。俺们家爆浆小蜜蜂啊，个个独立包装，多种水果口味，这个是樱桃味的，你看到里面有浓缩果汁了吗？它个个啊能爆浆，个个都能压出丝儿。这个呀才是俺家的，师傅还没吃过呢。没有。它是俄罗斯风味的，老师们。一包里面有75颗左右，6-7种口味，你先带上一包拿回家尝尝。